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蔡璀璨。我今天要去黄氏兄弟的外婆的家，听说今天要吃饭，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过年的活动，那边应该会有蛮多其他创作者。哇，队来了！来来，那边你们可以把身上的东西放到那一栋。被邀请来这种地方一起吃饭是有点感动的，其实因为我每一年过年都有自己稍微想说，我过年到底要跟谁过，然后也是有人问我说过年要怎么过或跟谁一起过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因为我自己不知道，所以有这样的过年的感觉是很开心的。因为今天有那种过年的气氛，所以我就会问一些过年相关的问题。有阿远跟 Tommy， 嘿嘿嘿，卡特，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卡特。被吓到太大声。你好，我唱歌就是游记。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。因为台湾快要过年了，所以我想要问你们有没有写过春联？有。有。前天。你没有？我没有写过春联，完全没有。你有写过春联吗？春联哦。我是美术系的啊，真的？对， okay. 我是 OK。我跟你讲，我写字超漂亮。那你这个写不出来的话，真的很丢脸哦。真的，这样写不出来的话，你们刚刚自己台湾人，对、啊，哦，居然被外国人教了。你有写过春联吗？啊，我最近有写。写春联的时候，就常看到一个很复杂的字，招财进宝。对。招财进宝，对啊、哦，那我不用给你看，直接写。对对对对。我其实中文字不太好啊，中文字不太好。真的啊，我准备哦，我还给你看十秒，因为写春联的时候有这个字，可是它是四个字拼在一起的，招财进宝，这是画吧画，都不是字。好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可以了，好，那就先快点，快点，先停。我拿个东西。哦，可以再拍片。如果你写得出来，我觉得你中文超好。对，不要给他看。对，我不会看。我不是的。我不会看。你知道是什么字拼在一起的吗？我刚刚看到大概三四个字，就是拼在一起。然后他的意思应该跟过年有关系的，就是他有招财，招财猫的那个招财。哦哦，所以要把它写进去。好好好。但是我知道 Tommy 的中文很好，所以搞不好写得出来。你这样不行哦，不要给我压力好不好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要读卡特会写错。我不会我不会。他现在一个一个字。你只知道这四个字，不知道怎么拼在一起。就这样啊，我知道我知道。他那个宝是这样，在这最上面。Nope。宝要怎么写？你要不要看个两秒？好，我看了两秒，看两秒。OK OK。有看就可以。宝要怎么写？我刚没有看到宝要怎么写。不是啊，燥热在心中的燥热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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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忘记了哎，你刚刚看十秒哦，我们是只有看三秒，已经忘记了什么怪怪的了。这个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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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字
你会写郁金香的。我想想看哦。哇，好像会耶，这个对你来说比较简单。毕竟我就是你知道中文很好，毕竟我是台湾人，不能丢台湾人的脸，好不好？如果台湾人连郁金香郁都不会写的话，方便方便，那就不会写吧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写我的名字。好烂吗？最好看的，我喜欢哇！好像是有了你的签名的感觉，完全不能记得哎。上次写全年是写什么字？新年快乐。这题吗？对。哦，我真的，我是快速记忆，真的，不然我真的不会写这个。看我吗？这个好吧，这个我没办法。哦，你有学过书法？没有学过，只是喜欢写字。写得很好看，你的下面怎么那么大、啊？你招财进宝，招财进宝。你要不要再一次看？因为刚刚过了很多时间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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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！我觉得我如果写不出来的话，我真的是我要丢掉我的国籍。这个很难吧？很难，对台湾人来讲，哎，应该很难。他写得很顺哦，很快。这样，哇塞，感觉有，是吗？感觉有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右边好像不对啊，这个小伙子，对，还是全对了，哇，台湾人，台湾人，想不到会有人真的写出来，耶，这个很厉害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所以它是哪四个字？你看，背，背，这是什么？包，包，背。宝贝，宝贝吧，宝贝。那我再问你一个不用写字的问题。好，好，好。美国跨年就是12月31号，嗯，有一些传统啊。然后我想要给你三个习俗，然后你要猜哪一个不是美国在用。嗯，好，用，一。31号的时候把门跟窗户打开，然后让前一年的空气就流出去，这是一。第二个是快到12点的时候站上椅子，然后跳起来。三，12点整吃12个棉花糖，每一个棉花糖代表新年的每个月。你所以我们要回答哪一个是错的？哪一个是错的？这两个是对的。对的，对。好，我已经有答案了。好，你怎么那么快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哎、我觉得是三。哎、欸，跟我一样。啊，你是三？对，觉得是三。因为第二那个椅子上跳的，日本也会、哦，所以说不定日本跟美国可能一样的文化。蛮像的。第一也是，我们也有类似的，是去年的好，还是不好的运都赶快让它出去，扫出去的感觉。然后就新的运气就过来的。全世界都在做这种事情，但第三个有点不太合理。我觉得三是美国一定会有的感觉。什么？那个三是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对的。我觉得美国人爱吃东西，对，爱吃棉花糖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定的。所以我觉得一跟二是错的。可是我觉得一是有一点亚洲的习俗的感觉。你在骗我吗？你有表姐骗我是不是？那我在听你解释。所以我的感觉是，一是有点亚洲的那种迷信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一不是美国的。OK， 一个是错的，要猜错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第二个。我猜跳起来是错的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两个讲，因为我觉得跳起来有点像是华人的习俗，真的吗？有点像是我们自卑。正要公布答案，先按暂停。在下面留言猜看看，答案是三。Yeah! 那答案是三。其实对一跟二都会三。其实西班牙有个习俗是12点整吃12个葡萄啊、所以在美国或许有一些西班牙移民的也会这样吃，但是美国就没有哦，棉花糖了。哦，我被骗了。我想象中的美国是哪样？答案是三。
对，感觉吃棉花糖比较适合。那你们有怎么跳那个？站上椅子，然后就是五四三二一跳，然后在空中开始。所以真的会有这个习俗？是很久以前，还是你们现在还会做？现在还会做。我以为我跟美国人至少会了解他們。电影都没有演到，不过电影没有演，没有演哎、欸。好特别哦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就来看海底捞的变脸表演。结束了，所以我先拍到这里。我们刚回到台北了。那这支影片喜欢的话，帮我按个赞、订阅、跟朋友分享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